2月20日，有网友在某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则大型古装爱情电视剧《沉香如屑》中男女主大婚时的花絮，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关注，大家纷纷发文留言称磕到了磕到了。在花絮视频中，杨紫和成毅两人均身着白色大婚喜服，其中一个造型是杨紫紧紧靠在成毅的怀里，笑得眉眼弯弯，而成毅则用手紧紧搂着杨紫的肩，两人甜蜜对视，一眼万年。而在另一个造型中，杨紫和成毅两人面对面而站，两人深情对视，成毅的手情不自禁地抚摸上杨紫的面庞，两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眼中只有彼此。原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是这般模样，好生令人羡慕。而成毅的古装扮相也十分令网友们惊艳，称大家可以永远相信成毅的古装造型。无论是大婚时墨发白衣温柔凝视爱妻的新郎，还是银发白衣气质清冷孤傲的殷渊君，亦或是黑衣墨发眼神凶狠的唐周，甚至是满身血渍嘴角含血的落魄贵公子，成毅都诠释得很是到位，很有古代贵公子飘若游云皎若金融的感觉。沉香如屑改编自苏墨的同名小说，由郭虎、任海涛联合执导，杨紫、成毅等人主演，讲述的是杨紫饰演的上古彝族出身的颜淡和成毅饰演的殷渊君两人之间的爱情故事。沉香如屑共有40集，每集片长45分钟，目前尚未定档播出，大家期待这部剧吗？